来，我看一下这里哦，这里说把 FA 上 GS 相加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就直接加好吧 ？OK， 那相加时一个原则，同内向要合并，换句话说，三次和三次要在一起，行不行？所以相加加起来是几 2s 三次，这两次和两次要在一起，所以说相加加起来是加上 s 平方，一次像这边就有多少？负极 7s 对吧？哈。 常数项负9和负4合起来是负极13，是出来了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